哇，我的宝贝们又长大了。沙尘暴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不行，我要把他们都带走。我们的地球真的是太美了，彩虹，怎么样了？风暴，基地设备已经调试完毕，随时可以接受任务。小雨点儿，第一次任务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。好，准备得非常充分。闪电，你准备了什么？我准备的是补充能量的大苹果。吃饱了肚子才有力气执行任务嘛。闪电，你怎么了？闪电，用小雨点的身体检查芯片给你检查一下吧。有结果了，是由于体内缺少维生素 B2 而引起的口腔溃疡。啊，口腔溃疡？可能是你训练太紧张造成的，不用担心，吃点复合维生素就好了。警报！警报！警报！任务来了。沙尘暴，彩虹，预测一下影响范围。啊，那儿有个农场，沙尘暴会摧毁那个农场的，必须尽快通知里面的人。显示任务坐标，目的地跳跳农场。宇宙护卫队，出发！闪电，彩虹，风暴。出发！是。风暴机车，彩虹机车，闪电机车。准备降落。是。风暴，你看，沙尘暴马上就要来了，我们赶紧通知农场主人。有人在吗？沙尘暴很快就要来了。哎呀，急死人了，那个农场主到底跑哪儿去了呀？这个是3号、69号、78号，终于都收完了，只是最后一袋了。你是这个农场的主人吗？对，就是我，勤劳善良勇敢又可爱的豚鼠跳跳。你们是？我们是宇宙护卫队。跳跳先生，沙尘暴就要来了，你得尽快离开这儿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沙尘暴一来，这里很快就会被黄沙淹没了，所以我要把我的宝贝们都藏好。小树苗要长很久才能结果，所以得把果树也带走，不能浪费。所有的我都得带走。这要挖到什么时候啊？让我们来帮你挖吧。不用不用，你拿着这个就行了。挖树苗可是块细致活，得我亲自来。这下面可是我的地窖啊！地窖要小心翼翼的，一个叶子都不能掉。看，就是这样。跳跳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怎么到地窖了？这是……哎，跳跳，你有这么多浆果啊！放手，快放手！你要把67号捏烂了。这个呢，就是我的67号了，是最大最红的。这些都是我的宝贝，一个都不能弄坏。哎，不要那么小气嘛，你不是有那么多吗？小心！我的宝贝们！你别着急，这里还有一袋浆果。宝贝，我的宝贝！地上还有，
七号、五十八号，我不能丢下你们。沙子怎么流进来了？彩虹，检查一下沙尘暴的情况。好，根据终端显示，沙尘暴会使沙子像液体一样高速流动，很快就会把地窖填满，我们必须马上撤离。彩虹，你去寻找安全出口。是。闪电，我们去帮忙。小雨点，看你的了。太好了，安全出口在那边。四五三，跳跳，别管那些浆果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好好好，我再数一遍啊，四五三，柳莎来了，快走，快走。风暴，流沙追上来了！快用彩虹能量挡住它！好，彩虹能量！快走！流沙的冲击力特别强，彩虹能量坚持不了多久，我们得再快点。接下来往那边，这里还有三个呢。跳跳，快走，一个都不能少。跳跳，还是让我来拿吧。不行不行，哎呀，跳跳，还是让我来帮你拿吧，相信我的速度绝对没问题的。二三一号，完了，我的六十九幺五四，还有所有的宝贝们，跳跳，来不及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不行，没有他们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好吧，快快快，别跑啊，二三一，别跑啊，跳跳，闪电飞速。我们没事，我的浆果没事吧？没事，都在这儿呢。七号、三二一号，我的宝贝们，宝贝们，这下全没了。留下来了，快走！我的宝贝，宝贝，我的宝贝，快走！我没有保护好你们。地面上的沙尘暴已经结束了，大家加快速度，只要冲出前面的出口就安全了。洞顶怎么裂了？快走！大家还好吧？我没事儿。我也没事儿。跳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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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跳。小雨点，对跳跳进行身体扫描。维生素 C， 那些浆果什么意思？跳跳是一只豚鼠，无法合成维生素 C， 只要离开了含有大量维生素 C 的浆果，它就会病倒。怪不得它对浆果那么执着。浆果还有浆果吗？一颗都没有了。彩虹，你给我的复合维生素应该也能治好跳跳吧？对呀，当然能了，维生素你带来了。嘿嘿，本来想在路上吃的，赶紧给跳跳吃了吧。
跳跳，对不起，我们不知道浆果对你那么重要，以为你只是有点小气。也许有些看起来很平常的东西，对于有些人来说却是非常重要。别这么说，如果不是你们，跳跳就完蛋了。谢谢你们救了我。七号哦，我可爱的七号。我们的任务结束了，那跳跳的浆果怎么办？我们一起帮跳跳把浆果树清理出来吧。好，今后还有更多的动物需要我们帮助，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好我们的地球。宇宙护卫队出发。